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中国梦之声的比赛呢？朱国武，我是为了爸爸妈妈而来，我想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现在身体不太好，然后人请不了船，来不了现场。现在，那你今天有其他人陪你来吗？我女朋友陪我来。我很想看你是被歌声打动了什么样子的姑娘。哇，开玩笑。Hello。我想问你最爱你男朋友的哪一点？他人很真诚，这是我最喜欢他。说真心话，做流浪歌手可以养活你吗？跟着他，认为我喜欢他，所以我觉得吃点苦，年轻人真的无所谓。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中国梦之声的比赛呢？之所以来到大上海，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那个。他爸爸到底怎么了？他爸爸是直肠癌，然后就是费用也挺高的嘛，就是如果是我们两个的话，真的是是晚期吗？还是早期还是什么？直肠癌晚期。我们一直就是想说，还有身边的朋友都说想用他的实力来说话，而不是说拿这个故事啊什么亲情牌怎样，一直想用实力来证明自己。你刚才说你爸爸妈妈会在电视机前面看是吗？那你可以唱一首歌给你的家人，给你的爸爸妈妈吗？给你的爸爸。可以。好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生为你祝福平安。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感谢一路上有你。谢谢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让我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小没有爸爸的人，所以我们很难过，也希望你不要失去父亲。他今年才58岁，我真的希望能有一种捷径，能让这种该死的癌症这种病魔能远离他。真的，我们大家一定会尽力去挽救。大家都会帮你们。我们两个恳请中国梦之声让他留下来。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如果你出唱片，我肯定会买。我也是。你的声音，你整个人，你是给大家一种鼓励。中国梦之声 Chinese Idol 也不一定说要长得真的是很完美的，就是你有梦想，你就是代表我们今天所寻找的这样的一个偶像。其实我很想跟爸爸妈妈说，
我很爱他们，这是在农村很说不出口的一句话，我真的很爱他们。我真的好感动，嗯，谢谢你。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再让人家哭了吧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你过，过，过，过。谢谢老师。时光慢些吧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会加油。你害了我要补妆呢，加油。我愿用我一切换一次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一定要看电视，我已经上电视了，我爱你们。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哦，厦门，我黑厦门，黄家平的儿子，我就上茶馆。啊，就是在北京的朋友，不是就跑起来的黑车。